俄乌战事方面，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小组星期三抵达两军冲突热点扎波罗热核电站，执行安检任务，视察和评估核电站物理损坏和安全状况。一旦发现任何安全隐患，就会展开紧急维护工作。尽管视察任务前核电站周围炮击不断，但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明不会停止任务，并在星期三下午率领14名专家分成多辆印有联合国字眼的白色车队离开基辅，奔赴核电站，还表示如果有必要，不排除会延长逗留期限。当被问到是否相信俄罗斯会允许专家团看到核电站的真实情况，格罗西表明自己的团队都是核设施维护、安全和安保方面的最顶尖，并且经验丰富的行家，定会竭尽所能做好分内事。